看怎么灵敏度变得好奇怪哦！看看死人时间。你们应该都开学了吧？怎么这时间还醒着？我想说啊，睡不着，哎呦，快5点了啊！来吃个海胆，开个无聊的深夜台，清晨台啊，又是睡不着的台。妈，不是，我有睡。等一下哦，我们鹅鸭杀结束后嘛，我就跑去幽灵台听台嘛。那听着听着就我想说，他不知道玩到什么时候，然后要关台跑的。后来就是从 APEC 改造 LO 的时候，我想说有赢才休息什么之类的话，我想好吧，我先去睡好了。那其实最近都是睡到2点左右就自然醒，又睡不着，太呆鱼。你等一下要不要陪我去跑那个水试炼跟土试炼？爱带带鱼，要不要？我们来跑试炼。那我说今天兔窝好早就一大堆人不见了。我刚刚想说窝在里面听门，听门，然后自己跑，就没有。对啊，海胆可乘吗？我还没跑图。来啊，就是不知道干嘛才开海胆，那不啦，才开海。你上班，你这时间上班，嗨，清晰。对啊，鸭子妖有没有玩这款啊？应该是没有吧。那个喷飞好像没有滑行还是什么过的，滑喷哦、喔、还叫什么？直接就没办法了、欸。现在在全家做大夜班，哇！女生做大夜很危险呢。你要撑快来撑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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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不对哦不对，我们飞回来飞回来啊！没想到我回得了头，跟狼一样，不是报恩就是拉忘了点了。你来吧，你传我吧。今天开学也睡不着的我，你还是学生吗？我想先搞我的字。我们网关今天看全面玩觉得有点晕，不会啦，晕是因为你看他玩，你自己玩，可能玩几下就不会晕了。今天找过懒懒玩呢、他也是宰了之后才跑。大概6步7步，他就说他要关了。6下7下就关了。睡不着，挂在这边很好睡。那天就是尤里在跑这张地图的时候，因为他很想睡，很困。然后后面就是。他直接睡死，然后我包括 Switch 就是还是会卡，不管帧数调怎样，就是会卡。Switch 就是没办法，女人背我，或是我背你。
主要没兴趣，之前有想过开个号，给陈烨蜡烛，可以啊，你就是开上来嘛，然后就随便跑个一两个蜡烛，就说来陈烨给你啊，你是挂雨林容易睡着，啊，应该炸光光了啦。我今天已经都跑过了，哎、欸、没有，海胆还没跑，啊其他都跑过了。 我先跑了啥？进格嘛，然后雨林的恶土之前，哎、欸、不对，恶土二啊，我其实今天也没什么跑了，因为今天他们我主要还是配合那个啦，尤里跟那个主要是尤里啦，茄子他现在很佛系，然后尤里是主要是那个陪他跑一些，哎、欸、我讲真的，这款这游戏。 没有人陪着，没人陪着跑，没人督促着跑，很快就真的不知道玩什么。你看，像呆鱼，他现在就是算是绑定西亚吧，然后西亚有时候忙到没有跑图，那可能呆鱼就是等到最后，可能刷新的前2小时、3小时才开始跑图。 不然之前我每周待遇都拖着我跑啊，你看我曾经是他跑图的动力。那如今我不见的话，珍惜呀。然后没有，因为我也是我这几天就是因为尤里他在台北，他在台北啊，然后我想说有时候真的是怕他们在忙，然后我如果问他说要不要跑图的时候，他又要忙又要顾画面，又觉得吵到他。 所以我都会跟他讲说，哎、欸，可以跑再跟我说，那就可能等等等等到中午的时候，然后番茄就出现说，哎、欸，走啊，陪我跑一下进格。刚刚超无聊不舒服，睡不着，看到繁星直播直接冲进来，偷偷问给秤吗？可以啊。你要称？你有我好友吗？哎、欸，秤现在没人，来吧。邀请，请问您怎么称呼？ 林路，你怎么称呼？啊，其实之前家里一大堆好友之后，我不是每次都有那个吗？点要超过2页以上的那个，不，刷新2次的那个以上，那现在没办法了。这是哪里？白鱼。<笑>哦，就林路呗，好吧。好的，那来吧。 邀请左游玩家，哇，导致游戏，停，完了，要找超久，哎、欸，找到了，鹿字旁哦，哎、欸，我刚说看到，哦，鹿。 来，等你的 QR code， 来哦，自己按暂停加哦，是不是卡了？哭啊 ，OK， 好，可以上线看一下热闹。 可以啦，就等下可能跑雨林还是什么的话，就队伍不要太长啦，因为毕竟司机不是我，就算司机是我，我也不希望队伍太长啦。Switch这不好动，我又哎拜拜，手机还行。然后今天秤图我秤图可以，但是就是尽量有背背的那种，队伍短一点又比较好跑，不然每次跑一跑跑太长。 会点到别人，擅自把人家黑名单什么的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现在你现在我们每次都去全家，全家都会那个都挂着手游，还打传说对决、欸。那边打传说对决说，那就按就手机放旁边，在那边结账，结完账去打传说，好强哎、欸！你没有要蹭，我在等新鲜送货。
你要给衬，哎，你要在下面啊？好好好，那我在下面。来来，那我在下面。这有什么问？你路来得了吗？我等你一下，哎，打爆，打爆！啊！我被带走了。打个传说事情，我前天才干过。哎呀，哎，尊重客人，我知道上班很无聊。然后会不会传来一个阿努比斯大佬？哎，不要穿太帅什么之类的，然后被发现。请问这位刚认识的新朋友，你是哪一个季开始玩的？没客人的时候啦，一有客人就回城赶快结账。哇，我是你的队友会难过哎。啊，不能穿太帅吗？不是啊，那你把你最帅的、最帅的穿出来。在麦当劳打工，经理也在玩游戏。哎、欸，有揪你一起玩吗？经理又说：“哎、欸，快点，带我爬段位，爬上帮你加薪。”林路，你是今天都没跑吗？你刚想说随便吃个海胆，吃完就关掉去做其他游戏，不啦，去玩其他游戏或做其他事。啊，带鱼出现了、啊、那就，因为带鱼不是现在偶尔这时间不会不在啊，不是偶尔这时间会不在啊。芥末鲑鱼、啊，没有，因为主要是怎么讲，我最近真的开台的时间太少了。没办法，我很抱歉，因为生病了，所以没什么动力玩。哎哎哎，过分了！我看到了什么东西？等一下。这个是换过账号的情绪骗子。哎、欸，那边团伙，带鱼外面，带鱼。哦呦，这个是换号情绪，他原本不是长这样的，但还是很帅。哎、欸，天哪，太扯了吧！你还真的去换阿，你还真的是阿努的哦！哦，天哪，你有没有白鸟啊？你三小，嗨麻子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我今天点开你的 LINE 啊，因为你那个是什么公开的 LINE 还是要什么 LINE 的不是吗？然后在那边乱点，他竟然要我按一下推荐，都不睡的，有啦，我有睡啦，我。12:30睡到2:00，我睡了1.5小时，然后就醒来了。啊你嘞？你怎么还不睡？女生不要熬夜呢。你也差不多，嘻嘻。对嘛？你看，就是最近作息，白天是中午睡到下午，然后晚上就是要么8点直接睡着，要么就是晚上。12点睡到2点，然后就起来。我能跟你一样吗？你这个老人。没有啊，欸，我最近睡很少，欸，除非我要吃安眠药。但是我真的不想吃安眠药啊。我吃了，因为欸，怎么讲？来，吃安眠药的话会变得超嗜睡，这可能已经睡满6-7小时醒来，头还是很痛，很想睡。就感觉说啊，是不是理由？这是借口，然后就又有一些理由不开台啊。我累了，我要睡觉。我今天跑一趟台北啊，我觉得很夸张。现在几个人？
好，15个人算了啦，那还是讲好了。然后就是我今天跑一趟台北，因为头发没有剪，没有整理，然后就扎了一个大马尾出门，就是有点那种武士头嘛，就是头发下面还是有，然后就是扎一个很高的马尾，然后这样出门了。然后过程中很顺利，没有怎样，没有被搭讪。嘿，那我就搭了1个小时的那个捷运，到了那个到了银行前的那个捷运站，然后又走了大概将近15分钟的路程，好不容易到了那个银行的时候，啊，就是因为那个啦，现在美金不是30块以上，我想说赶快趁机去银行弄一弄。那弄完之后，我想说哈。真的只要签个名，3分钟就结束了哎。然后我想说，我就抱着太顺利了，是不是有点恐怖？怎么可能是3分钟结束？然后就说啊，好了哈，他说好了，然后就走了，然后又走了15分钟的路程，然后搭车搭了快30分钟，因为我从我家到那边1小时嘛，因为中间有转车，那我又从银行那个捷运。再搭到我家又30分钟，结果他突然收到电话说："喂，你好，那个请问是某某某先生吗？"我说是，"请问你现在人在哪里？"我说我在捷运上，怎么了？"那个不好意思，可以再请你麻烦过来一下吗？因为那个资料会不进去。"然后我就讲："好啦，反正再多个30分钟没关系啦。"那我就又搭回去了，然后就再走回去的路程。想说干，我就知道嘛，怎么可能会有那么顺利的事情 然后我就到了，因为他那时候要填资料，因为我记得以前填资料都写英文，他突然说这次只要写中文就好了，我就很惊惊。然后我写完之后，他说："怎么都一样？"我说："没有，最后金额的地方帮我写 USD，因为他原本上一个那个资料是叫我写美金。"我说："真的吗？不是写 US 还是什么的？"他说："没有没有，写美金就好了。"就这次要我写 USD，然后这次跟上一次差别就是差在美金改成 USD，这样就过了。然后我就要走的时候就说，确定可以了哈，因为我住淡水，其实有点远。他说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了。然后我就搭车回家了，哇，好累哦，你会气死，我其实也会气死的，因为他其实当时就是进那个就是要。那个 YT 的洗脸呢？因为就可以走了，15分了。各位再见了，拜拜。就是洗脸，然后要金城银行，然后我就想说啊，不要跟钱过不去啊，这样子。最后就还是去弄。麻子，我已经忘记你跟我告白是什么时候了。你看，我已经忘了，曾经那句"山盟海誓，我爱你"之类的，已经忘记是什么时候跟我讲的。然后结果根本没有讲，有没有？哇，真的吗？天哪！我是第几个讲我爱你的？没有，我本来想说你根本没有这样跟我讲过，啊，结果你这么乖，不要截图，谢谢。好啦，不会啦。截图见，猜。你都提了，我能不好意思截图吗？不过我蛮开心，是最近你又回来的这件事。因为你前阵子也走很久啊，现在都在玩。我要盯选他，给以后的我们的小孩看。9月1号，不睡觉。毕竟我只要做错一。第一句话都是"我爱你"哦，也是啦，有什么东西比"我爱你"更棒的？不是，
我请你，我请你。你要直接飞过去吗？还是直接回家？回家不是更快吗？睡不着，料理，你还 host 给玲玲不是吗？有啦，我其实那时候低了，我的分页真的开太多会有点卡，我就是低了很多人的台，然后想说那时候怎么突然我的分页变成两个玲玲了，我想哦料理带过去了。你还好吗？你有没有睡啊？但都是不睡的吗？IV 也是该休息的吧，不睡觉怎么有更多的动力跟力气带给大家观众的欢乐乐趣，没关系，怎么让观众更开心，更愿意花钱在你们身上呢？你要大辣的话在隔壁哦，在那个洞里面，大辣在那个洞里面哦。你一个礼拜没开台了，好爽哦。有吗？我觉得你有开呢。请问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我以为你要拿大辣、欸。没关系，我相信你，我尊重你，我跟着你走，在你梦里开，哇，那肯定有的吧？不是，主要是因为我最近的体感那个、啊、时差体感是，我好像三天在当五天过。啊，还是因为我那时候在滑动态滑那个东西的时候，看到你那个说什么要开学了，大家不要再那个太想什么之类的那个啊，就是你跟马匪在那个向日葵花田那张，讲说你们都认识，那就过去给三江。清醒，清醒，你去死！有啊。欸，主要是那边啊，三江那边有一个人大推料理，他每次都说啊，好啦，我们要揪团了，要揪给谁咧，然后就一个马上冲过去讲料理，我就打、啊、料理不错啊，蛮可爱的啊，我料理很可爱哦、喔。然后那时候好像第一次，那时候带过去的时候是你刚好在玩那个恐怖游戏。你、欸、现在玩到哪里了啊？那时候看你玩那个什么，就是画那个画会吓人还是什么？那个我忘记它叫什么游戏，反正恐怖游戏。你最近在玩那一款？你现在玩到哪了？最近真的跟死人一样哎、欸，起来看到谁开台就去挂掉啊，好痛苦！这样的生活过得好痛苦。哦，层层恐惧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还行吧。我觉得你心灵上也需要休息了，不是，是太多事情了。真的哪天？欸，其实我这几天没开台还是怎样，我出去玩你们都不知道才对啊，殊不知我都没有出去玩，早知道出去玩了，早知道确一下诊之类的啊，以前就是怕确诊还是怎样，把自己关在家里，可是关久了就是会憋出病嘛，哪边都不能去啊。小猫安安，哎、欸，好久不见！啊，不知道，没有，至少今天玩阿米狗的时候，那个心里有好很多，就主要是不要让自己安静下来嘛。可是就很难啊，这样像阿米狗结束后就情绪又会起，玩的当下很欢乐嘛，而就是安静了之后就会想东想西，又有时间都给我乱想。
繁华后迎来的空虚呢？对啊，就是那种热闹的街道嘛。但是到了深夜午夜的时候，又那种空空空如也，没有人的那种感觉。我其实很怕那种感觉，所以以往就是，很多聚会聚餐啊，我不想去，一是怕麻烦啊，因为想说哦，要大老远过去还是什么的。那二是很怕那种感觉，可是就是又很喜欢大家玩在一起的感觉，啊，但是又很怕说空虚后的感觉，尤其是那时候在大过年的时候。然后淡水老街上啊，就是超空超没人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很喜欢，特别在过年的那一两天，是比较没有什么人的时候，在那个老街上走，就没有人，就觉得哇，在大半夜这样走，然后那时候还引来警察关心，说：“不好意思，那个这么晚在这边干嘛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在逛街，在那个散散心。”好，那早点回家。我说哦，好好好好，对吧？妈的，主播是个浪漫的人，没有哎，主要是多愁善感，比较想太多啦。小妞早安。晚上会不会跑一跑跑到七点？我叫，我在叫，在叫。哎，呆鱼，我教你怎么爬这个好不好？你先在那边等一下，你先在那个蜡烛旁边的火待一下。有方法很容易上去，哎，还是你会了？好了，你好像会了，那算了。就是你只要轻轻推一下左边的画面，就是那个啊，转那个转移动键，轻轻推一下就好了，小小的搓一下，它就跳上去了。我最近都这样子跳，感觉你会了啦！我在教什么？可恶！多愁善感，这游戏不会玩到想睡吗？要看状况。如果你真的很想睡，很想睡，这游戏还是会让你睡着。如果今天是状态都还 OK， 大概没有到0%吧，都还好。怕是怕真的有人在光遇睡着很多次，对不对，小妞？然后睡着的地方是像这张地图，这张地图对我们这个角色来说是酸雨，会死。那、啊、你看画面忽远忽近，可能就是那个穿模破土。哎，嗯，啊。我想，我原本左上角的蜡烛我还没有，反正还没有收。我想说一次再收，就不小心点下去，我直接收了90几根，然后爱心一次也是收了11个。啊，我想说哪天开台再来一次收，就刚才带幽离的时候不小心去点到，不是他的错，是我。我那时候本来想说点开它看一下，它那个友情树解到哪边的时候点到啊、欸。对，土司庙不知道在不在、欸。你睡了没？你睡了。然后土司庙那天问我说：“就是我们的友情树再上去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哦，就是那个表演技再上去的动作。”他就很后悔说。哦不，我表演季才开始回来玩的。我说哇，那来不及，因为他以为白霄的头是还会是布克。我还想说，像白霄这个头就是毕业的头，他那边就很懊悔。我说是哦，我说对啊，啊白霄是什么时候？我说表演季啊。
难过。我们之后再找看看有没有类似生存类的游戏，再来跟像小鱼啊、九口啊、番茄再来一起。我也再来去跑跑好了，只跑每你说任务吗？你要看要不要跟带鱼啊？先来吃馒头，再去跑每日。刚不舒服，吓了一下，赶快休息啦，好不好？啊，去休息，拜。乖，都去休息。这边开台是为了让睡不着的人看的。睡不着，三点半就醒了。哇，那你也真是……哎、欸，你看我台多久了啊？还是你是很乖、很害羞、不好意思加好友的那一种？我说没，今天第一次看。哦，确诊哦。哇。也不能说什么多休息去睡觉之类的，睡不着就真的睡不着。可是我今天跟一些比如确诊或是重感冒的人说，顶多就多休息嘛。但是看到人家在玩游戏还是什么的话，不代表他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就只是真的是睡不着，想做点其他事情，然后就会欸。蛮久的了，只是不常说话啊，真的就没怎么看过你打过字啊，是顶多就讲个多休息嘛，啊，只是人家休息玩游戏也是休息啊，对不对？就不要有时候鸡婆去那边说什么啊，休息啊，玩什么游戏？啊，不是啊，啊一直躺着一直睡觉干嘛？干呕。哦，没有，还没有得过。那他们说，就是像小雨之前有说，确诊的症状就很像只是那个那时候打疫苗的症状。我说哇，那如果确诊，我就只是想一直睡觉而已，就头微微的热热的发烧，然后就想睡觉，没了。啊，还有啦，就是咳嗽啦，但是我那时候也其实蛮担心我确诊，另外原因是我小时候。咳嗽咳到就是有点声带破掉还是怎样，因为咳嗽会有那种漏气的声音，这样子咳跟这种声音，咳嗽声音跟这个声音同时进行，然后也导致那时候就是我姐说我声音很难听，我就真的也是觉得说很难听，叫我不要笑吧，声音很难听什么之类的，我就好了啦，呆鱼是馒头的啦。啊，我如果平时跑图，大概就是平时上线会在那个预境啦，如果传过来我不是在预境的话，就是在跑图嘛，讲屁话。那我在跑图的时候，就是先不要。传飞我碰我牵我手之类的，我一定在带那个带人跑的。嘿，谢谢英安安，就是 Yuki no Sakura 哇，我会念哎，讲屁话。哎，反正就是我在带人跑图啊，就讲个安安之类的啊。如果没有讲到安安的话，也很抱歉了，就是有时候可能停不下手。啊，我其实也很常开台就说啊，如果在跑图这样的话，除非今天我问啊，不要是教我跑啊，今天没有想学就没有想学啊。
欸，真的，它多了两根钓竿呢，哦，三根钓竿。啊，我只希望它萤火的火再多一点啊，一次量产多一点，而不是累积到五根啊。啊，亏。现在萤火上限来到五个啊，然后出的速度好像有变快一些些。哎，你调好位置，我放在前面一点吧。我要踩在那个边边，我要踩在那个桌角。再往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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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大鱼加油！这个角度放。看吧，没踩到。好好，就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好，很棒，待遇很棒。哎，好哎，空空安安，绿茶牛奶安安，哇，你的皮蛮好看的哎，我那天有偷偷的去追随，你不知道而已。你那天好像在说你的那个挂台的那个点数。能换什么东西？静安安，我有看到你来的时候刚好被机器人攻击哦。蹭蹭怪，秋口安安，没空跟教主安安拍谁？没事没事，我又不在意，我又不在乎。啊，我们现在绿茶牛奶已经变得那么强了，对不对？已经是个称职的实况组了。没有，主要你那天一直都在用那个啊粤语讲话，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就不要出声好了。啊，也对，对吧？哎、欸。我真的都喜欢偷偷看，不要这么觉得我说我都没有在注意一些东西，好吗？我那时候也跟优离子他们说，其实他们的台我去年就有在看，是没有很频繁，是今天是有推什么就去看，所以其实那时候就知道他们很久了。然后玲玲吧，玲玲就说：“欸，好啦，问实在的，你是真的看我们很久了吗？”我说：“真的啊。”然后可能很多人都客气话吧，客气话会说，哎、欸，你的频道我看很久了之类的，只是最近没有空看啊之类的。海龟要去吗？都可以啊。但是看到后台叫 Twitch 就比较白痴啊，他可以看到，除非我账号登出啦，可是大家账号登出就挂不到点数。我之前还有看一个台 V， 他本来那时候是二三十嘛。那现在来到了，就是闹到300以上，我就没有看。就是，感觉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。然后再加上就是，是他实况风格也变很多，就是觉得没有想看，没有说到喜欢那位台 V 啊，就只是无聊会去开着他的台。然后到后面就是人起来了，但是他聊天室一直都没有人在动。我想说，哇 ，YT 也有订阅机器人吗？我想说，好啦，反正好像他后面风格也慢慢变了，我就慢慢的退出了。最近有一款游戏叫《绝命新人兵员》，教主有想挑战吗？没有，那已经很久了吧？那不是最近的东西了、欸，那很久了、欸。最近的东西是《绝命精神兵员2》吧？二的话是连线呐、啊，啊一的话我不会玩，是我怕我会吐，那个压迫感太重了。先跑换塔去，趁现在还行的，多收集行吧。好的，那天冲360个机器人进来，追随真的吓死。对啊，女鬼桥我也还好哎、欸。其实不是，我对恐怖游戏还好，但是单人剧情类的那种恐怖游戏，
欸，我不知道哎，其实想说看看幽灵玩女鬼桥就好了，没有想玩。欢迎安安，因为我知道最近有很多人在玩女鬼桥啊，团团也玩完了吧？然后阿纪好像也准备要玩。我真的比较喜欢玩合作一起玩的游戏啦。单人的游戏我真的会玩到后面，可能一开始很新鲜，可是玩到后面会觉得啊，再来动力要干嘛？就比如像麦块啦，麦块可单可多嘛。那可是单人玩一玩，玩一玩，玩到后面就可能会失去了一些耐心，想要直接创造拿东西出来，对不对？啊，多人的话就会抑制这些事发生啊，可能多人会另外有人说啊，好烦哦，好想拿个凋零骷髅头出来哦，还是什么之类的吧。而就是多人至少比较欢乐啊，而且我其实很不会玩剧情类的，欸，像有像团团吧，玩剧情类的会，哎，团团小雨都会帮忙配音还是什么，啊，玩剧情类都是啊哈啊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样子讲完就这样。喜欢人多的时候热闹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人是群居动物，欸，我真的不是孤狼，欸，对不对？我大概，欸，我去年不是很长一阵子都在你们那个 DC 待着吗？聊里。欸，啊，我大概就是，去年，大概是我生日左右吧，生日前、生日后，又比较把自己关起来了，我哪都没有待，啊。感谢樱花的会员，感谢辽离的，不啦啦啦，对不起，辽离的，感谢啊牛奶的超级留言，对不起，叫错了，抱歉。为什么会员印象比较快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。谢谢，谢谢牛奶，谢谢。我没有累了啦。累了早就不会开台了好吗？自己私下随便开个游戏玩一玩，玩到睡着不是更香吗？你是不是想要这样？不是啦。然后要讲什么？感谢信的超级留言啊，没有啦，辽离，谢谢谢谢，感谢辽离的300块，谢谢。没有啦，真的不是故意的啦。我知道有些人会故意这样叫错，然后，欸，感觉在点名这样子走的。但我不是这样的人啊！啊，廖丽，如果你在我旁边，我一定抱死你啊，可以吗？我把你抱起来。金明安安，其实那时候我在想，真的要干嘛的话。开个光遇台，跑个蜡烛，两三个小时就这样过了。可是碍于有时候 Switch 的操作，真的Switch 的操作虽然有点好，虽然也是偏好跑的，但是有些微操作 Switch 做不到，所以有时候可能开台就想说啊，打退堂。哦，最近真的记忆力不太好了哦，那个体谅一下我。很多，比如已经订阅6个月以上啊，还是什么干爹，我可能会忘记你是谁。我已经初老症状了，完蛋了，就是吃药啦，就是我的一些，有看过脑筋急转弯吗？我的一些记忆都已经被丢到那个。永久消失的记忆的那个空间里面去了，啊，好多都记不起来了，
快什么？嗯，哎、欸，小妞之前没有这个发型吗？你不是跟我一样都是重组季开始玩的吗？我突然换了这发型。陈早安，你们觉得我要把陈的名字改回立宇还是什么？等等，不爬海龟直接失恋哦，好啊，也可以啊，要不要长高？小王子开始的。哎，我以为你是哦，记忆混乱了吧？没有哎，是真的直接不见。我的小妞也是跟我一样啊。那、啊、还是你是因为看我一直 po 一直 po， 然后最后手痒也跑来玩，又不是那阵子啊。对啦，就是我开始玩光遇的时候啦，然后我就是开始 DC 群哪边都没有待。然后就是泡在光遇上面，但是我当时也没有很迷光遇，哎，就是上来看看风景，挂着。像手机调60帧跑火试炼就真的超好跑的，只会取60帧跟手机的30帧差不多卡。最近好懒的跑图，我知道啊，其实最近就是哎、欸、走了，没有你们当时那种动力啦，你们当时那种动力真的是太夸张了，你们当时玩的那两三天啊，一开始玩的那一个礼拜，晚上都不睡觉在跑图。我想说你疯了哦、喔！哦，哇，西米你是疯了吧？放置 play。西米你疯了吧？小妞要试炼吗？基本上手游很少碰了，所以我现在只碰那个啊，只碰光遇啊。啊，最近因为看抖音看一看，看到跑去宰叫什么达达特工的，有可能会掉，就是高几率会掉。那个达达特工就是那个吸血鬼幸存者的手游版。然后里面好多东西要氪金，我想说啊，佛系玩，但是感觉该不该删掉欸，因为我其实已经玩了一个礼拜以上，然后玩了一个礼拜，其实装备也就是比一开始好很多。换了新电脑，就想把 Steam 之前买的游戏玩一下，就放弃手游。对不对？跟你讲，今天真的，手机跟电脑选一个的话，拜托千万请选电脑。手机能玩的东西真的很少。你看，手机也不能玩，玩什么？我突然想到，都是鹅帮鹅子、太空狼人杀什么，好像都可以。达达那个有把新手任务跑完，可是是可以不删，就
就是我现在已经三件紫装了啊，然后玩一玩，玩到后面又把我之前玩的那个那啥弓箭传说再拿回来玩。现在好有感，就是你没有体验过好电脑的感觉啊。有比较烂的电脑之后，跟好电脑比，你就知道。因为我当时就是觉得说奇怪，为什么我去网咖玩龙之谷，过那个像这样子切地图只要3秒钟而已，我在家里切地图要1分多钟欸。后来知道我都在用内嵌在玩游戏。我包括用打 CSO 也是用内嵌在打，换了3080好幸福啊！你是二手的吗？该不会只有我还在用 Win 7？该换了，该换了。哦，一手的。买了3060，好快乐。没事啦，30系列就够了啊。你又没有真的要玩实况玩大作，3080以下的就够了，3070应该就够了。啊，再加上你还要人头，可以约啊。啊，麻子，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，麻子？想换桌垫没位置放，买了就有位置放了，相信我，买了就有位置放了，对吧，呆鱼？因为当时也怂恿两位啊，是呆鱼跟佩佩，当时这两个是一直在推他们，因为他们很想跟我们玩游戏，但是就是一直没电脑，说赶快买了，手机真的能玩的东西不多。啊，不能切后排的水撕裂，猫丸。鲨鱼在哪里？鲨鱼在我这啊。怎么这时间在开台？没睡啊？怎么了？我睡不着。哎呦，我刚好看你在开台，不是吗？你刚刚不在开什么 W 开头的游戏？我有看啊。啊，好想要幽灵走走看这一个哦。那他最近真的好忙哦。呀，鬼失恋怎么跑？这里。开传说，观众叫我上线，他叫你上你就上，你是有尊严的实况主哎，来吧。就不能卡了啊！他现在水位都会升到社会上面，还我啦，快点啦！嘿嘿，跑跑跑！啊！看你都忘了，怎么这场路线是？我没有忘记，我只是
不记得了，我刚刚有说过我吃了药。啊看，我吃了药，你还想逼我什么？哎、欸，你也开学了吧，贝贝？你应该要睡啦、啊。你这门还蛮可爱的，你竟然还记得300块的事情。太棒了，带于我的超人。我怎么会逼你？哇，你逼我逼惨了哦！你看，当时把克洛伊抢走，我难过，我难得记得，可是我金鱼脑，没事啦，看到我的脸就会想起来了，我会在我的脸上写着300块。其实我那时候觉得，你那时候不是换账号说可能不会再开了之类，我觉得蛮可惜的是，那时候也送了你几样东西啊，对吧？就你的樱花豆那些东西，不是也是我给你的？我那时候本来在想说啊，当做送你好了。现在都有开啊，我知道啊。啊，你当时啊，当时你是说不会开了啊？如果你当时不会开的话，我还没黑你单呢、欸。当时没换手机。哦。啊，当时就是你不对了。太着急着想换账号了吧？然后第几关了哦？47了，要谢谢待遇。哼，待遇那时候在18关陪我打了4个多小时。哦，真的是垃圾水试炼。嘴试炼真的是垃圾关卡，一直冒又一直讲啊！每次献祭还是要来啊！每个礼拜骂一次嘴试炼，然后1-1挂号啊！垃圾试炼。晚点的时候账号就涨价了，他账号一直涨啊，除非他哪天头敲到去说复刻，不向导先祖都会复刻了，哇，骂声一片，老玩家骂一片，新玩家大声拍手叫好，然后刚买账号的那些人也会名字改。对不对？我有听说6点打到10点多，没有，7点打到11点多。我跟你讲，那天精彩的很。你知道呆鱼他可以双粒子，他不要吗？因为他让我解任务，然后他就把那个牌打掉之后，就直接自摸，他不自摸，他就一直打掉。那不然他就是怎么拆都可以粒子。比如说他现在是听那个嘛2条，他就故意把那个3条打掉正听嘛，然后换了下一张他是怎么听258桶，然后再打掉，然后又听什么147条这样子，他怎么打怎么听哦，那超强的哦。啊，嘴试炼啊，怎么可以跑这么久啊？早安。但耳垂太耳坠，定的啊！啊，
我感觉我名声都抽到什么名声？你啥子名声呢？好啦，晚安，我要睡觉了，我痛感觉好，拜拜。我晚点要再去看一次那个献祭的小石头位置。那这两次献祭都只还是献祭14个而已。不是说现在可以献祭到15个吗？我前天帮阿七解任务，然后我就说我会自摸，没人相信我。七，啊，没办法啊，你是西敏哎，你就荧幕分享嘛，啊，你又不行啊，对不对？你就拍个场上的，可以荧幕分享的，帮你作证啊，你就气，就说解人家解任务了，你还去气，跟人家摸什么？你又不是义满，对不对？那时候黛玉也是在那边起手，也是快国士无双了。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说：“好啦，不然国士无双你就做一下好了。”因为他自己射小四喜，你说扯不扯？欸，小四喜吗？我记得自己射小四喜吧。刚刚起手牌就是也没说到很好，就一半好，就摸一摸他的牌就怪怪的。你可是一个曾经把我的流菊满贯断掉的女人呢、欸！当时我的流菊满贯快出来了，你就给我这样碰下去，哎，这女人。没注意到嘛？你还在那跟我嬉皮笑脸。我直接在台上崩溃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算了算了算了啦，没听台，你很棒，我不能怪你。你也看一下我场上打的牌嘛，啊，有人掉下去了，对不对？你没看到，没听到就算了，你也看，用脑子看一下吧。教主即将打出了流局满贯。我昨天解任务就黛玉让我绿了两次啊，啊，心心念念的绿一色，被绿了两次，感觉还是不错的啦。欸，手机60帧真的好好跳。叫屁呀、啊！繁星，你叫够没？叫爽没？哎呀！哎，各位，我很棒，我很棒，我很棒！呀呀呀呀！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一直叫，叫嚣，小牛来。好了，感谢黛玉愿意陪我走这两个漫长的失恋，谢谢你。
啊，这样我全图技能都拿完。哦，你也今天献祭哦？你为什么不等明天？应该说等今天，今天复刻完再去拿。打傻的欸。好了，我到了，你可以传我了。给我一个机会，一定让你流流什么？流下我的眼泪吗？流下我的男儿泪？我觉得可尤里他这次桌布好像一个任务都还没开始进，哎。就限了，限死，打了什么？刚好就限了哦。啊 ，Switch 棒是棒在，它可以不用点开蜡烛看一下人家聊什么。今天最后一天了，哎，不是9月3号吗？不到3号吗？你不要骗我。9月3号是3号的早上，对不对？所以剩今天跟明天了。啊，我再问问他，是也就是说剩今。可是以他的个性啊，靠！要我坐下去了，对不起，是不要出去？我们要出去吗？呆鱼要不要出去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教主是不是要献祭那个献祭什么？哎，白痴哦，原来你到了，抱歉啊，抱歉，我没有看到。哎，这边是呆鱼最怕的地方，它会一直滑下去。这只鱼身体有点滑，它是泥鳅。哇，如果从零开始打，要打6小时以上。哦，你是可以啊，他不是说多了两个石头的位置，我这几次献祭完都是14.2。还有他听说有新增两个石头啊。我现在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同意思。太小，那我再找找看。你要找那个啦，白痴哦、喔！你要找破碎机之后的啦。因为后面红石雨真的，对啊，这次。
就是更新，你至少被砸到比较普通。麻烦就只是麻烦，没有火的时候会被爬这件事情。哦，破碎技的哦，可以啊。哎、欸，你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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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你跑。好、啊，我是在昨天出门的。好。啊，你要出门哦？你们试炼都好快，就，就玩 bug 啊。我给你看他怎么跑。哎、欸，你有看过吗？我试炼的，就是标配怎么跑。我给你看。啊！让我牵手，让我牵手，让我牵手。好好好好好。哎，我拉开给你看。这个我只有手机比较能跑啦， Switch 真的太能跑了。我在想说黛玉怎么越跑越厉害，后来换了手机玩跑了一次之后，哎、欸，怎么跳上去了？所以就这边60帧就超好跑的，然后蹭一下又超跳上去了。你之前来没都乱过？没有，我们之前是那时候就是一群人看刚来玩的时候，然后我们有一位叫做边缘人的那个一个死屁孩，他就每次都带我速通那个土试炼跟火试炼，然后我就心血来潮说还不行，我一定要学会怎么跑，然后就那天就开始一大堆人，然后就在。然后6个7个吧，就是我们在火势里面在玩，就每个都在火势里面摸黑在跑，所以那时候本来很抗拒火势链的我，如今已经不再害怕火势链了。我、哦、这边真的很难跳哎，其他就不知道了。然后那时候也是有说，就矮面比较好跳之类的啊，矮面比较好跳之类的说法，反正讲法很多啦。我还是觉得长高一点比较好跳啦。好了，到了。好了，谢谢呆鱼，谢谢呆鱼。好啦，我先回去咯。长知识了，这个你可以去 YT 上面看一下人家影片，很多都有，还、啊、有简易版的，就是绕地图外围的。对啊，那我现在比较想练的是一个东西，啊。就是那谁小妞手借我一下，哎、欸，可以吗？还是用背背的？小妞借我背一下，我练一下就好了。因为黛玉有几次带我跑图的时候啊，我不会从那个他的背下来。哥啊，不是。就是这边，他说这边有一个风的位置，然后走对的话，你不会从他的背下来啊，断了。就是这个过程中，那个他不会从我的背上下来。我家的猫咬骨头进来，咬得很爽，有多爽？对啊，就是他从背上下来。我看过还是63个而已，是吗？那好吧。那个谁，马同学说他那时候就有限价15个，我听他讲的。好了，谢谢。啊，不然，
没事了，没事，真的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又在光遇频道，我看一下、喔。不然就是这个啊，我想用 Switch 练那个啊，练直接喷啊，不是喷啊，直飞啊 ，Switch 直飞，好难的、欸。我现在也是在暴风眼当自己家里面玩了啊，开始懂这游戏怎么飞之后，觉得自己真的好像是大佬。可是一个月前我还是小萌新，还是一个好看的充电宝。这边上不去，上不去，上不去，上不去。算了，点灯。我最多跑到第60的时候，爬的走好难。啊，又不知道啊。因为那时候看你们都献祭的好勤劳哦。我想说，这一次不是变得很难献祭吗？然后看了一下别人影片之后，觉得哎，怎么感觉那么好打、啊？哎，铲铲，哎，你的发色超好看，我好喜欢啊！你的发色我超喜欢呢、欸。这是我们可爱的铲铲，怎么会有人在这边坐着啊？天哪，在干嘛？来换个可以插的，结果好像还可以，超可以，好不好？超好看呢、欸，至少你不是染那种死亡芭比粉。你那个色系是我很喜欢的那种。哎咻！哎咻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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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插在那边。啊，如果 Switch 真的练好的话，就可以开台玩，开台跑。哎、欸，傻眼，过了。啊啊啊！下去，下去，然后下去，然后下去。到了哎、欸，安安。待遇我过了，待遇。加油，手机充电全部挂台了。好的，小黑安安，还有谁？继续拼图，木鱼安安。啊 ，Switch 哦，这边还没有试过。好啦，等一下换别的游戏。我知道很多人没玩光遇，也知道有很多人玩光遇。哇，好大声！真的从来没有想过，我会有勇气面对那段路、欸、真的从来没有想过、欸、那么恐怖的地方。好玩，真心推推什么？可以坐旁边跳出去，不用吸引。而且我发现，好像男生对粉色头毛特别喜欢。看到这次比之前的吗？真的好？没有，那是看人好不好？看看你长得那么好看，
不对。看看我大铲铲，长得那么可爱，身材那么棒。我本来今天，我昨天有去台北嘛，然后想说啊，怎么办？台北，要不要找找人出来？然后第一个居然想到啊，不然去找铲铲好了。不知道他回台中了没？哎，好像可以耶，我可以开台献祭了哎。没玩光遇的朋友，可以去社团找啊，或是你可以加入我们布窝大家庭啊，里面有蛮多玩光遇的。哎，然后这边。这边我最近跑的时候啊，你看这边有洞哎、欸，直接穿模进来就好了哎、欸，不用再走到伊甸园里面了哎、欸。你看，哎、欸，我在哪里？你看，走进来就好了，不用再点什么，你确定要回去那个了吗？走这边就好了啊。我那时候在练习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怎么这边亮亮的，我就走进去了。这里礼拜才回台中啊，可恶！没有啊，因为我稍早有说，我去台北办事情，然后那时候想说啊，回淡水了，然后回淡水的途中接到银行电话说啊，不好意思，那个资料可以再帮我来填一次吗？我哇看，我已经搭了30分钟的车准备到家了，然后再搭回去，好像可以。下次开台来献祭啊！为了我们的雨妈面具啊，250根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凑到。居然有穿模，我觉得是他刚好没做好，被我发现那道光。给大家看漂亮的衣服，有印象那篇真的惨，是吧？唉，后来想想，如果真的约你出来，我们要干嘛？能干嘛？我们开看海贼王吧。OK。我前几天就带这个披风带好久。啊，二阶，真的好好看哦，真的好贵哦，又贵又好看。怎么加个边就这么好看？天哪！我没看过《海贼王》，没关系。那个过去听歌的，因为这次《海贼王》真的是好像标榜说没看过也没关系，过去听歌就好了。就像之前《阿拉丁》一样，有人也是说《阿拉丁》没看过什么之类的，他说没关系，过去当那种那个什么音乐厅在听歌就好。可是白豆很不明显呢，白豆他的边跟黑豆的边其实有点难看到，这种颜色落差比较好看到啊，粉色可爱，晚上可以发亮。我跟你讲，带这一套就好了啊，这一季的嘛。水母头，然后面，
哎，各位，眼睛要死了哦。阿丁真的赞，对啊。我那时候说，我那时候跟他们说，迪士尼我最喜欢的几首歌，第一名是《狮子王》的那个，那时候辛巴跟娜娜遇到的那个歌，那首歌，非常超亮。那第二个就是那个阿拉丁的崭新的世界。该去云野了，去云野干嘛？看，超亮，哈哈哈。我就是一只萤火虫，制作像人家包子，你要用那个吧，这个动作啊，然后啊，哦还好，收到一颗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去云野，云野干嘛？我用 Switch 去云野，我会社死，我不会讲话哎，讲不出话来。那时候大半夜在那边开台，就遇到一个好像是哪里俄罗斯人，然后完全不会对话。不是有翻译人吗？不是不是，我现在是用截取盒，所以如果我要打字的话，我把整台 Switch 拿起来。我现在是没有用手机扫那个啦。没用手机扫，所以要打字的话，我把整台 Switch 拿起来。不是，我干嘛要去云野啊？飞剑也好看，不是飞剑。我今天不是复刻，我想说我那个换了，结果是这一剑呐，长太像了。一个是这边，一个是另外一边。我想说，哦，又省下一个蜡烛了，就发现不对。我问号记得没有到四阶。我要当兵器宝可梦。好了，接下来该玩什么呢？话说，猫咪是不是比较喜欢玩垃圾啊？没有啊，猫咪什么都爱玩啊，兔子也是啊。对，害我高兴了一下，高兴什么？哦，你说这一次复刻的吗？啊，想说又省蜡烛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出没复刻过的不是更好吗？这样我们的永久翼就再加一了。如果是算旧系列的动画，我第一名是 Only World，新一点的话，魔法满屋的歌文。欸，魔法满屋我还没看呢。好了，不然我等一下关台以后来看。我看也很多人推欸。啊，还是惨惨，我们去看小小兵。没有，其实很懒得跑电影院，主要是因为没有人找。没错，但辣少少。你哭爆，哇靠，那我一定会哭欸。我的泪点很低欸。泪点低。那时候跟菜渣他去看那个《与神同行》，我想说为什么他们要拿一盒，就一整包面那个卫生纸？结果我跟呱呱还有鱼竿就又把那个一整包卫生纸用光了，我就直接抽了半那个三分之一叠走，就是狂哭，整都在哭。啊，这个啦，那时候跟他们讲说，这个到底能干什么？贴纸，还要这么多钱？嗯，贴到哪去了？哦，这里，贴纸，能干什么？好了，这个时间我们要干嘛嘞？
啊，本来想要真的来画个贴图，可是我真的画不下去，手没有力气画的，啊，可怜。还是我们就是关麦关声音，然后来那个同步视频，哈哈。啊，本来想说再去借个 Netflix 来看，想想算了，做人不要太超过，我们有迪士尼就够了，啊，也可以呀、啊，不要啦。呀，那是家看家。嗯，可是我昨天买了新玩具铃铛球，他好像没兴趣。猫就这样啊，你看一下网路人家那些，不是猫都会玩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吗？像我之前给买一些东西给布布玩，结果布布完全不玩呢、布布它很好养，它只要有个罩子罩着它就好了。啊，反而那些玩具它都不会玩。可能刚好剧情我那我看了，我再跟你讲说，他害了花了那个掉了几滴眼泪，花了几个卫生纸。我就说你要负责，你害我哭了。对他来说，沙发窗帘可能比较好玩。对啊，你去直接去全联要个纸箱给他玩就够了。然后就这样啊。老板，这是不知道干嘛嘞？这个问号啊，今天的，同步看什么？浪漫满屋，魔法满屋啊，浪漫满屋，哇，好老了哦。啊，真的没游戏玩，我还可以玩阿尔宙斯，或钻石珍珠。我们继续来刷瑟维列空座好了。我觉得蛮好，让我最大的尘埃可可夜总会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我可可，你可可夜总会在哪边哭？哭烂的时候。我哭烂的有三个地方，第一个地方是他们被丢下水池，然后发现他快消失的那一段，然后第二段是他被丢下楼，然后又快消失的那一段，然后第三段是跟他奶奶，然后弹那首歌的那一段。你没哭正常吗？你不是人，你没血没泪。天呐！哎、欸，我觉得啦，迪士尼那些东西，年纪大看谁真的比较……不，迪士尼啊，那个谁，皮克斯的动画，都是给大人看，小孩看不懂嘛。小孩看不懂剧情，只是觉得说 3D 动画会动好看，那大人就是会掉眼泪，因为你真的注意看皮克斯的电影，其实都很感人呢、欸。你看《可可夜总会》啊，然后那个什么《脑筋急转弯》呐，还有什么？反正就皮克斯的动画，真的都是比较偏给大人看。哎、欸，这边是到哪边下去？忘记。看《冰雪奇缘》也哭正常啊。嗯，这我不好定义耶。正常人跟不正常人的区别，尤其是一个叫阿明啊，走错路。然后看之后再看第二次，我看到一半后面要唱歌那边就开始哭。哦，对啊，啊。爸爸，爸爸回来了啊！请问，我遁进石头是对的吧？爸爸，
以前爸爸跟妈妈都会唱歌给我听啊。可是之后电影也看得很少啊，因为真的也没有人找我一起看电影。虽然淡水有开新的电影院啊，可是就是老毛病嘛，没有人找就是不太会看，没人找不会看电影的体质，这怎么办？是哪里？不好意思，我是回不去了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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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我回去。我前几天看了抖音一篇阿公阿嬷的爱情史，想到了，你该不会是说韩国的吧？就是老夫老妻的，然后就是说什么阿嬷在扫地，结果那个爷爷在那边拖人家落叶，你说那一部吗？哦，我那个看到也很难过，对，就是那个啊，果然是这个。这叫爱情欸，这是爱情的那个，这才是爱情的样子。魔法满屋是你那种会有身同感同的哦。好了，我观台去看好了。最近也一直在找能哭的东西哭一哭，所以那时候才会问尤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哭的，他就推那个啊，与君初相识。一开始看不懂了，一开始就觉得都说哇好甜好甜还是怎样，可是看到后面也大概都猜到会怎样发展，只是说会有多痛啊。我哭的点竟然是师兄啊，反而是男女主角怎样，我会哭，可是没有哭那么痛，反而是师兄那个为爱付出，真的默默付出的那一种，最后终于把自己的心愿传达出去的那种啊，好难过。最后终于讲出去了，还是根本没讲啊，好像忘记了。哇塞，你哭爆哪一个？与君初相识啊？是那对爷爷奶奶。那对爷爷奶奶哦，有的动漫很催泪，但我就是懒得一部看完。你说追剧吗？干，你给我能量，你弹什么琴？我要的是能量。我要的是能量。哦，还有一个叫什么？一个韩国是谁？车太玄那个演的，好像他内容是说一个男生，他看得到鬼，然后他跟一个小鬼，然后一个老鬼，然后一个男鬼跟女鬼住在一起。然后都看得到他们，那一部叫什么？什么开心家族吗？还叫什么？哦，那一部我是看那个抖音上解说，然后看着看着啊，眼泪也掉了，天哪！你现在好懒得吃哦，没事没事啊，啊，你一定是缺一个人在 DC 陪你一起看，对不对？要不要一起看啊？或是我可以去你家一起看哦。欸，你下一个蓝法师有想蓝什么？你现在还有什么没有蓝的啊？你不是说你都要蓝没有蓝过的？妖精尾巴太久了啦。而且我觉得妖精尾巴，我那时候会觉得它很可惜。因为作者其实画风就是那样子，然后故事每一次的故事剧情也都差不多，所以他以前有个
作品叫做《圣石小子》，我觉得那部很可惜，因为其实吉祥物啊，男女主角都长得差不多，然后内容也都差不多，都是打一个人，就那个人就加入了队伍，还是什么之类的，类似这样的剧情。然后男二的那个设定也都很像，那可惜是可惜在红不起来。下次可能金色、白金、白米那一种，但下次可能要拍毕业照，请再去啦。哦，那所以可能是明年的4月、5月。欸，你们这边是从这边冲上去是不是？这里，然后冲上去这样子吗？不行欸，我这边。飞不起来，我只想要练这里的啊！哎，呆鱼救我！应该看我们这届总刀怎么规划哦。啊，不是这里，完了，隔壁，完了，飞不起来了，没翅膀了。这只鸟不会飞，一架鸟也不让飞。啊，没带个人真的好难飞。那些孤狼到底怎么飞的啊？好猛哦！都说妖尾遇到最大的 BOSS 打不过，然后一段时间打得过的，不是啊，热血漫画都是这样子啊。你不要说妖精尾巴了啦，家庭教师啊，死神也都是啊。其实海贼王已经开始也是有一样的状况了，莫名其妙开外挂就强了起。你看家庭教师哪一次不是突然一个也不是说突然啊，就是他在最后打白蓝的时候是突然开外挂 啊打不赢啊，那个仪式跑出来给个能量，而且他出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欸，他为什么不干脆一次出来把那个都给一给就好，欸我灰了，都给一给就好了，非得要真的遇到麻烦再给一次啊。动画组啊，再乱讲动画组在乱来，一般小说也这样。那，但我没看小说。来，这是呆鱼口诀，先跳对面，然后转个圈。欸，不对，这边是左上，这边是左上。然后贴着右边，然后右下，然后就到出口了。别废了吗？但我觉得这季有不凡是保镖跟黑道大哥的女儿，超可爱。保镖跟黑道大哥，哪个？我连加加酒都还没开始追欸。啊，先别做加加酒了啦，我连派对咖孔明都还没开始看完。我现在只看到他那个什么那个跟唱 rap 那一段而已 ，rap。好像开没什么东西开，开光远真的好像可以。佳佳走要初二了，真的假的？啊啊啊啊！这边要推一个番，在年底出，那一部番叫做《光遇》，光遇动画化。哎，灿灿，
那款游戏要动画化、欸，那款可爱的养老游戏动画化，应该是小短剧而已，大概三分钟、五分钟的那一种。然后大家来推测是说接到它的整体故事。十月的番，你是说加加九还是光遇？那个献祭先祖的游戏，哦，加加九啊，好啦，白天睡不着，我晚上没人陪，我再来看。嗯，所以保镖跟大哥的女儿是哪一部啊？这是加加九吗？就是加加九吗？不是吧？那个月儿不是杀手吗？我刚刚说的那个是组长女儿与保姆。好。欸，太扯了吧！欸，海胆会消失，花也会消失哦。小陈，来让你看看我这个发型的先祖长这样，帅吧？很帅，很帅的不对。他传送去哪里？你已经在仙灵附近了，使用一个传送在这里。欸，呆鱼花束也会被吃掉，欸，拔一朵就没了，欸，好扯哦。欸，关人的是在哪一个啊？这个吗？我记得在这附近啊。又 bug 啊！他什么时候才要修好啊？我这样除了大贝壳，什么都不想捡。好像该关台了。啊，哇，还有什么？不是最近在玩的游戏，好像没有什么游戏耶。可恶！好了，得复刻了。我想一下哦，所以跑海胆、雨林，然后，哎，艾鱼，你跑过镜格了吗？你是不是还没跑镜格？等一下哦，雨林、馒头、定格，还没啊哦，我感觉好像两小时就可以回了，顺利的话啦，不要遇到那种背不下来的，
啊。好了，换游戏，换游戏，这游戏差不多了，这样，过去。好。关闭。看一下有什么可以开哦，看一下有什么开哦。啊！天哪！闲置类游戏，你只想在看这款的，等一下哦，移除，从账户中移除，移除。我们看看哈，怎么办？这不知道开什么、欸。啊！好啦，还是到这边就好了。感谢各位。嘿，我要去看浪魔法满屋了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拜拜。去哭哭看嘛，好不好？好咯，感谢各位啦。啊，又回到了早上可能都会开台的时间了。嘿。好，看一下。哎呀，老了，没有人开台。好，没有人开台，那我们原地解散，大家拜拜。辛苦各位了。好，聊你赶快睡，然后铲铲也赶快睡，晚安晚安。啊，有哭我再跟你说好不好？晚安晚安。